Morning. Come on.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闭着一只眼就能杀光狼群，请先暂停嘲笑，先看完眼前的画面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，郊狼的数量不断增加，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所以当地政府放开了狩猎政策，想用以暴制暴的方法彻底来消灭这群灰狼。这片广袤的山丘视野非常开阔，可以纵观灰狼的行踪。然而防止被狼群围攻，随着一声声响亮的枪响，狼群发出集结信号，齐刷刷地向猎人聚集，殊不知正中了猎人的圈套。现在让我们屏住呼吸，一起体验一下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。看着一只只郊狼倒下，狼群见状顿时暴怒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凶性。只见一只只灰狼悍不畏死，前仆后继地向猎人扑来，想用獠牙撕碎这群贪婪的人类。在狼的世界里，只有前进，没有退缩。不得不说，狼群的团队精神值得所有人类敬佩。望着一条条灰狼倒下，眼前的这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着猎杀带来的快感。虽然他们没有狮虎的身躯，没有猎豹的速度，狼却以矢志不移的食肉信念、百折不挠的战斗态度与众狼一心的团队精神让人动容。看到这里，好想让时间静止，让子弹多飞一会，让狼群靠近人类，去撕碎他们的身躯。120只灰狼就这样死在了猎人的枪口之下。杀吧，杀吧，贪婪的人类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们会血债血偿。讲到这里，小编想叨叨两句，灰狼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麻烦，但罪不至死，因为这是动物的生存法则。人类可以维护平衡，可以适当狩猎，但这种灭族的狩猎方法实在让人不寒而栗。我们是人类，是高级动物，不是畜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赞同这样的合法狩猎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。各位朋友可千万不要模仿，保护动物人人有责。喜欢本视频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